你懂什么叫性魅力吗？美如，你读这么多书啊？那是9年义务教育。昨晚我就是被这群乌鸦攻击的，是真的，就在屋身上。这不是乌鸦，这是欧洲椋鸟。这种鸟好勇斗狠，像一阵黑旋风，集体行动的时候简直比灾难还可怕。对，他们像经过训练似的，突然围攻我，我以为是种巫术。你还是知识太少了。恐怖片里经常出现各种鸟的。看来我也得多看片，多学知识，才懂得多。嗯。千真，总是胡思乱想。你胡思乱想。就是因为你的无知，你要学的可多呢。嗯。还有，除了人类社会，鸟类也是很有智慧的生物，它们有极强的集体主义精神，懂得按指令进行群体行为，甚至会向人类发起袭击。你看我干嘛？看画册呀。美如，我觉得你很有魅力。胡说八道。是真的。真真说你没有性魅力，我觉得你有。懂什么叫性魅力吗？我懂。江慧珍全交给我了。你搞什么？这小伙子比他二舅还硬。